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骑车试车哦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去买我一个一直很想要买的东西哦，拖了好久好久，终于下定决心要买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就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吧。运动相机，随按随录。想说是在偷拍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拜拜。包膜没有要业配，完全没有要业配，只是卖家刚刚好在这里上班啦、啊。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一下，我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吧。Go！ 哇哦！基本上呢，可以先看一下外观，就是超新，我这边的那个我的东西。还没被请过，我的是公司货。哇，对啊，是不是超新？对，因为我这样在就是讯息讲，大家觉得啊，讲那些都半信半疑啊。嘿，可是真的，我就跟你讲，每次只要面交过的，都是当下就是觉得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因为就是新的啊，我这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对啊，你还可以先套套看啊。好。什么桥箱？直接套啊，你直接套没问题。就是比较没有你上次带的那么假，真的，因为就跟你讲，其实它虽然 Cosa 跟 Pista， 他们很多人都说很类似，可是其实真正还是有差异。这个是牙板，牙板，因为它的帽体材质编程其实还是有差啦，包括内衬也是有差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试过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可能文字叙述上，你没有体验过，你很难去理解说那个到底什么。哦，对，可能就像我跟你说，汽车，我的机车可以骑到多少？你没骑过，你也不知道那个力道有多大。哦，对对对。对，就像我车200匹，实际带。对，我车200匹，啊，你没骑过200匹，你怎么知道200匹多大？哦，消光黑真的很好看。消光黑好看啊！哇，好看好看，耐看耐看。你这样子之后自己要拍影片什么，其实我觉得感觉其实是不错。真的，谢谢，不用客气，谢谢。尤其是尾翼啊，我觉得尾翼有加分，而且你还有加的，我就是看到这个，我就是看到这个，这泰罗斯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，这消光黑又配这个泰罗斯，实在太赞了，太赞了。是，对啊，然后其实就是你可以用用看，因为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蛮特别，这个是透明片，然后我们去贴熏黑。熏黑的，对，是贴在外面还是贴在里面？贴在外面。其实我可以装一片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起来又是不一样感觉。真的也蛮黑的。可是其实贴完的时候，其实很透。哦，里面看很透。对，它因为这个我们也用在我们的大灯上面，像车子的大灯，像这台也贴。这个就是贴熏黑，那它的透度基本上真的不影响，有90%以上的透度。哦。所以看起来比较有，看起来没有开灯是暗的，可是你看，你
其实还是很亮。我们自己肉眼看，其实因为有时候镜头没有差异，可是你用肉眼看，其实你看亮度真的不影响，对啊。看一下那个盖子的感觉，跟你自己等下用镜子去看，跟你刚透明片完全是不一样，很透，里面好透，真的很透，其实不影响。然后你从外观看的话，其实就是浅墨片。不是你有几顶 piece 啊？你自己讲你有几顶 piece 啊？最多14顶。对。你超级恐怖懂事。那现在还剩几顶？现在好像大概六顶吧，六顶。哦，剩六顶啊。对，因为有些后来看就是，当然就是一直换啊，因为不是。下次我们刷机车，再减1000块。啊，没有那种事情啊！靠，没有，下次刷机车再给你就好。我刚给你2个，他妈的！对，这个骑到250就已经点下去，大哥，你给我看一下，继续走。但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骑到200。有，其实这个就题外话。对，没有这个就什么？没事，这个这种东西没事。我梦到了，坏分子。我梦到了。你梦到？对，我梦到。你梦到？好，梦到，点到为止。对，我梦到。这里红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有来了一台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有点远。哎呀，哦，为什么呢？Speed Triple 啊，1200啊，然后呢，这是最屌的，还来了一台 Lamborghini Urus 啊，哇塞，这台也要来包啊，天哪！大家如果想要来波特的话，要早一点预约啊。帽子的感觉好爽啊！有吗？有帅吗？各位观众，那我之后换电镀片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回到家了，我把我的 Pista GPR 带回家了，大家看。真的很香哎，很帅啊！真的很喜欢这一顶啊！我很久以前就很想买，只是那个时候真的太贵，所以只能先买 K1 但是这次刚好遇到一个好卖家哦，他卖我的价格还蛮甜的啦，所以就有机会入手啦。那当然，新帽先来贴一下我的新贴纸，有没有？觉得还蛮好看的啦。那当然，我之后会换成电镀片，然后。可能会做一些彩绘之类的吧，因为我是买素色的，可能会做一些彩绘之类的。好，那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如果你也喜欢 Pista GPR 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之后会拍更多有关它的影片啊。如果你想要知道它带起来怎么样之类的啦，也会做 K1 跟它对比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。拜拜喽。